有哪啊，里你有下载啊？下面不就有显示一个项目下载中？哦，好啦，那我们就给它慢慢下载吧。那现在干嘛？网友二号啊，不然呢？你来得及吗？可以啦。要不要玩水晶之痕？你要不要开个指定来互动一下？我看不是我，统三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被停券了？你怎么被锁了三天？你怎么被锁三天了？还好啦，不是永真久的啊，假的？往好处想，不是永久啊。为什么被锁三天？那怎么办？就开完了家里 barbecue 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巴沙毁啦！不然你要哪只？你是你有中离过吗？你有中离过吗？那你等一下要开哪只？咱俩等一下开哪只？对啊，就是重点。那你等一下开哪只？怎么了？啊，太久没打。今天开斗鸡突击哦。啊，太久没打。有点惨呢，怎么重开个游戏就被锁三天了？打了就不要登出了。哎，奇怪了，他不是打完一场会马上那个吗？对啊，会显示说你的账号已经没有就被……没有啊！我一关，哦，我打两个电话，再上线就被锁。你就为什么被锁啊？一定是太嘴哦，了，或可是现太在没有蠢。韩服完呐、啊，韩服他那密码给我改回来了没？看一下，你看不怎么了？就不行。然后我先看一下韩啊，算了。你还为什么你还不会被盗啊？哦，就我自己打密码打在那个格瑞纳那个上面，那个看那烂设计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就没有，我没有打游戏里面，那它竟然显示在外面。显示在哪里？就那个你在登录即时通的时候，它上面不是有个寻找朋友吗？哦，对啊。那里啊。哎，关长太猛了吧！哦，那你进去，你的符文有被核光光吗？就不是啊，现在登不进去啊，被改密码了。为什么不会吧？只知道账号密码，不能改密码吧？我也不可知是就可以道哎，改了。可以吧？我记得即时通都可以，就是只知道账号密码，你就可以改密码。哦，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来打制定啊，啊，打制定！水晶之痕，八点水晶之半要痕什报么？到，哪给他报到那么久？叫他等一等吧。8:30到8:45，报到，人报到就好啦。可是如果有缺人就不行。哦，好麻烦哦。哦，可以啦，你可以先打，为什么？报到就好啦。对啊，不是，八那点你四十五以前就可以。不是报到要怎么报到？用账号报到是不是？用网站，对啊，网网站那站，随便都可以对啊。啊，那感觉随便都可以欸。韩服被盗，台服被锁，斗鸡嘟鸡大神被降到钻石四。
完了，还有什么啊？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、啊、你家里 BBQ 不就掉到银牌了？你有在看你的家里 BBQ 吗？你要不要开开看？只有该账号身份证持有人能改账号密码。是啊，账号密码没有密码是随便都可以改，密码是随时都有个更改密码的、按键的、啊。好的，你要不要看看 BBQ 啊？感觉被降到蛮低的。哎，没差啦。我去查一下好了。什么 BBQ？ 完喽，家里面吗？哦啊！我现在真的要韩服账号啊！他不含服账号二级等哦，二十级等那个我才懒得自己练呢、欸，那个要练到民国元年哦。金牌白金三，你手上拿白金的？你那只原本多少、啊？好啦，这个有韩服账号的，这个有空给我一下。好像已经有人给我二十级等的，哎，二十级等的我要自己慢慢练，麻烦死了。哥哥上线嘞，我来了。喂，龟哥，说话啊！喂，人在哦。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没人在。你小声调一下。喂，统神，是我的问题啊？干嘛啦？喂，干嘛？喂，该屁嗝屁了吗？他在喂什么啦？他该屁嗝屁了吧？有听到？没有啊，他应该是所有人都听不到声音吧？